最后的晚餐。我觉得我在这边真的是收获到很多很棒的朋友。给你们大家准备的小卡片，谢谢，有心哦。我有份礼物要送给大家。哇，真的时间太快了，一眨眼就过去了，让我有点舍不得这里。今天最后一天了，你今天会表白吗？这几天有没有某一个瞬间心情是紧张又激动？我觉得他应该会来的，也算是对和冬暖之间一些交代吧。忐忑不安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。我现在会觉得被偏爱是一个很浪漫的感觉。通过这几天的接触，就是我会把我想说的不敢说的都说给他听。Dear Maki， 认识36年多，认识了6年多，路人男，哦，对，一句话得罪4个人。没事，今天晚上我跟冬暖跟麦可以亮。你怎么不问他第一天发给谁了？你第一天发给谁了呢？我不可能说，因为我很喜欢冬暖，我就遮住他的光芒，不让别人看见。哇，嗯，就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单纯的朋友。我录不下去了。我觉得我们很重要。我也觉得你很重要，我到的也很多啊。某某到，就是我可以肩膀可以借你哭。想让你祝福一下我未来的感情。不管是他来或者不来，我的心意都已经表达出来了。我肯定会希望是他来，无论最后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，我的心意都不会有所改变。我对我自己的选择还有这段旅程都不后悔。